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袁，下来赶海了。最近这几天的话都是暴雨天，雨停了，出来找一下，看有什么收获的。下去了，这边好多那些螺被冲刷出来，都成壳了。这边一大堆。哎，这个啊，不知道有没有用，合得很紧。打都打不开，收，月亮杯，带了带了，嗯，这些都变成壳了。这边你看这有没有沙拔呀、月亮杯啥的？哟，这里有一个，哇哦，这个青口好大。好可惜呀、啊，成壳了。这里也有一个，这个是好的，这个是好的，还挺大个的。这个不要。哎呀，这个螃蟹，哟，跑得好快。哦，这里也有一个。一般这种地方的话，都会藏一些沙白或者是月亮贝。来收，好大一颗，一下子被我找到三颗了。这边买垃圾，带上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么深的。这里有一个。哇，会动会动会动，来，刚才直接含进去了，哇，漂亮，坑子，我上面都还有粘液的，现在坑子很好吃，收，哇，这里，哎呦。看，直接三颗，哦，这个头都很大个，带了。这里有一个白白，哇，一个白白的，月亮杯。哎呦，虾，这虾好小啊，看到没有？好了，啊，这是壳，哇哇，这里，耶，收，哇哦，它嘴巴里面好了好多沙子啊，这颗大，带，这里是一个排水口，哦，这个水都往下流了。哦，我看到这里了，嘴巴好红啊！来，哇、哦，三颗，我一直以为是两颗，这个嘴巴没张开，没留意。那，哎呦，收着。还有这种螺，这个我就不要。收一收，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，好多螺啊，什么样的都有。天气又暗下来了，咱们回去吧。如果喜欢小袁的视频，也可以关注一下。咱们下期见了，拜拜。